今天我是由常远米的永商不漏出白。生活小贴士尽在帮您解答，帮您解答节目呢，将会由节目作家尹月就市民朋友们在韩国生活中遇到的大小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那好的，马上有请出我们的节目作家尹月，你好，你好，主持人，大家周一晚上好，嗯，你好，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好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问题哈。那这位听众朋友提到了这个临近年底啊，嗯、这个工作特别忙，没错，对，然后呢，这个晚上回家的时候啊，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打车打的也是特别的难，哎、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破？哦、对，嗯，打车难的问题啊，是。 确实是，嗯、呃，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简单提到过，说现在年底了，各种聚会啊，包括各种工作啊，也都是繁忙的一个季节啊。是的，年底上班族可能会有加班的情况。嗯嗯。那么，所以这个增加了以及延长了夜间公交车的一些运行时间啊。是。呃，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可能对于另外的一些朋友来说呢，比如说线路的问题啊、时间问题，还不是非常方便啊。没错。那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对，确实是这样啊。之前我们在上周的时候。 好像也是周一这一天哈，有跟听众朋友普及过这个收费市呢，也是为了缓解我们说这个年底打车难的现象，哎、是增加了一些这个，特别是深夜巴士。我们说夜间巴士的这个运行的<是>运行的这个量数啊，嗯、那而且呢，还是首次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乘车特别困难的，像这个梨泰院呢、啊、一山站呢、啊、这几个舍堂站，这期间呢，也是新开辟了另一路这个 N 八五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哦、这也是首次这样的运运行。 嗯、那虽然是首尔市这边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上，包括这个路线上的问题，嗯、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说呢，多少还是不是那么的方便。哦、所以呢，为了针对这一点呢，首尔市呢在今天二十三号也是再一次的表示了会增加个人出租车的供给量。哦 并且加强这个拒载、惩罚这个拒载的力度。嗯嗯哦，增加个人的出租车，并且惩罚拒载的一些力度啊。是的，那具体的增加措施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韩国个人出租车的它的一些运行的运营的一个情况啊。嗯嗯、那这个韩国的个人出租车呢，是有这种两天工作后休息一天的卡纳达组啊。我们说甲乙丙这样的一个组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是。哦、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隔周的周五。 哦，这样式的休息，然后每周三或者是日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扎组，我们说是丁组这样。原来出租车这个前面的汉汉字是这个意思。对他个人出租车的话是这样的一层意思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他有这个隔周周五有这种休息的情况，就是我提到的最后一个这个丁组扎组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都知道周五其实是很多人哎聚餐呐、游玩呐、出门啊，是特别需要这个晚上打车的这种情况，这个例子是最多的。 嗯、那也是呢，针对这一组的出租车呢，从现在开始啊，就是把这个周五的休息呢，改为把它调整为就是周一周四，你选择一天。嗯、这样的话，我们保证，嗯、对，这样保证的话，周五就是说市民朋友们最需要出租车的这一天，嗯、保证这个个人出租车的供给量。嗯、那目前预测的话，如果这一项从今天开始正式落实的话，这周五的话，周五的个人出租车呢会达到这个供给会约达到两千台，哦、以此来满足这个。 这个乘客们需要这个乘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韩国的个人出租车呀，它的运营时间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嗯、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也会把它这个限制的时间把它放宽，嗯、确切说是解除它相应的这个限制时间，嗯嗯、去年的年底啊，我们说是从十二月二十一号 到三十一号期间呢，是从晚十一点到这个第二天凌晨四点，这段期间是解除了它这个运行的限制。也就是说，个人个人出租车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运营。那么今年开始呢，是从这个十二月十一号到三十一号为止啊，是从下午。 晚上九点就开始了，oh, 哎，九点开始就可以拉客的这种情况了，嗯嗯嗯、以此来满足这个更多的乘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能够打到车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是是，嗯、呃，但是啊，虽然是增加了很多的一些个人出租车的政策出台了，嗯、但是年年底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乘车难现象难以解除啊。是。根本原因政府有没有去分析过呢？对，首尔市方面也是有分析过，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都会有这个乘车难，哎、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原因在。是是 那首尔市这方面给的说法呢，是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从事出租车司机的这个人员减少啊。哦、那他这边是怎么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从这个法人出租车司机呢，从这个二零一四年，我们说每日平均两万九千名啊，是减少到了今年的两万两千名。嗯诶。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六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另外，我们刚刚今天是提到了是增加个人出租车的供给量嘛？对。那个人出。 出租车呢，现在也是由于司机出现这个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对，我们也看到平均年龄是达了达到了六十三点四岁。其实我们也，我来韩国第一次非常吃惊的就是这个原因。我也是非常非常吃惊这一点。其实高龄驾驶的话，它其实在开车当中是会存在一些隐患的。嗯，虽然这个技术啊、包括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如果太高龄的话，确实会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在这里面。那另外一点呢，也是这个政府这几年推进的这个我们说。 周五十二工小时，那个周五十二工时制嘛，<对>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是注重这个 what e r 我们说工作和生活相平衡，是、嗯、对，那也是可能就是说晚上夜间这个使用打车的这种现象也就渐渐减少了，嗯、这些呢也都是造成了我们说从事出租车这个行业的司机人数减少的一个原因。哦、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出租车司机当中呢也确实会有一些哎挑这个客人想去远道的，或者、嗯嗯哦、说拒载的这些，嗯、这也是我们说这个。 乘车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所以多种原因导致了我们年末打车比较困难的情况出现了啊。<的>那除了是增加个人出租车的数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让我们觉得打车变得更容易一些呢？是，那就像我在开头也提到了，会加强这个拒载力度嘛？嗯。那为了这一点呢，这个收费室这边呢也是和警方进行了联合的管制啊。嗯嗯那如果说往年呢是只针对我们说开这个空车就是拼擦那个灯，嗯嗯但是呢这个长期停放的。 出租车我就不载人的这种进行这个查处的话，哎、今年呢是对这些把这个平踩这个空车这个灯关了，嗯，然后我不载人的，就是、说长期在一个边上这个等候的这种现象进行严厉的查处，哦、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首尔市还会对这些哎没有理由无故休息或者说无故缺勤的，嗯，从从从事出租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呢、嗯嗯、给予警告这一系列的行政处分。哦、对，那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种从更中长。 长期来看啊，嗯、有的人就是说用这个我们说这个叫车软件嘛，他、嗯、有的是会需要付费的。嗯、那么说的是这方面也是把这一点，哦、就是说免免除这个手续费的这一点作为一个中长期的目标进行长远的治理、嗯。哦，是，也希望通过这么多的一些呃组合拳的出台，可以使得我们年末打车难的问题得到一些改善和解决啊。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尹月啊，咱们明天再见。好的，我们明天再见。嗯，再见。TBS EFM，刷还友，互助。 눌러주시고 신식강도 많이 많이 들어주세요. 어, 아이,